是人间，人间永不平。大人深夜召见，请问有什么新差遣？有，不过这一次不是叫你去杀人，而是征服少林。你真行，养过马？请问兄长尊姓大名？在下丁墨。我叫林英。嗨！如果不是朝廷昏庸腐败，这些忠良之后现在还在爹娘的怀抱里。这也是和我们少林有缘分。大师，你已经年纪老迈，那就退出主持宝座，图个清闲，岂不是好啊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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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让来吧，让来吧。王大人，主持之位我们自有安排，不敢烦劳大人费心。不必客气，主持之位我已经早有人选。来人，在，请了空大师。请了空大师。贫僧了空今日得见元慧师兄，幸会。方丈，这样吧，护送木棉袈裟就由我和慧慈师弟担当，保护方丈就靠你们了。师兄，你放心吧，保重，保重。嗯，姑娘。大师，我看看。什么？哎，嘿，嘿，啊，慧能，谁给你的佛珠？不管你是。哎，哎，他们欺负大姐，我去告他们。走走。慧能堵在这儿，搜，哦，搜，搜搜搜！爹，不好了，那些和尚跟大姐他们打起来了，还到处乱搜。慧能，你这次是自投罗网啊！岂知是人间，人间永不平。